如果说你这上面是没有模组的，它出现就是它就是空的，是没有模组。好，你之后就会可以针对这个模组去，做规划，就像这样子开起来，然后去规划，这上面就会从 SP0 啊、FRNet 的内容，start scan 啊、load 再来或 not file 部分，或者 save 存进去。那在 module array 你可以去注意的这个 IO 的一个 table， 就之前讲那个 IO 的规划表。去读回来，然后去编排或 edit 的部分。那在 EEconfig 在 WinCon 上面，其实做完这些的设定之后，它会直接跟 EEcode 的 deal 连接在一块，会存进去之后，它只会直接会帮你编排。所以将来你在写软体的时候，你就不用再去记插槽，它会自动帮你解译。所以当它存完之后，它会出现两个内容，会有一个 device 的 ini， 这是给什么用的 ？EEcode 当你 call API 的时候可以使用。那存成 XML 跟 TSD 的部分是给你跟你的配线人员在使用，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份。那你是不是一定要在 EEconfig 上面去编排才有这个东西？你可以拿一个 XML 直接在上面修改好之后再存回去，可以的。你修改好这部分的时候，你只要再把它load进来，load进这个 table， 对着这个 IO 的 table， 你就可以去存去，再把它存回去，它就会存回去了。就会有效，所以是不是一定要在 WinCon 上面去做那个 table 的规划？其实也不需要，你只要做第一次规划，你将来有再改，你可以在 notebook 上或者是 PC 端去做这样的一个控制的内容。这是大概比较详细的，就是说，当你在编排这 IO table 的时候怎么编排？它的编排方式，刚才我有讲过，它是 S 一到 S 七，也是八进制的方式去做。那 Y 也一样 ，Y 是 Y 零到 Y 七。那有一些。比如说另外一个 virtual 的 DIO 的部分，也就是说刚好提到 Mapredo 啦，或者是第一站存器啦，Double Word 啦 ，Word， 你可能有一些 Note 要存的时候，可以用这个站存器去做编排。那这个站存器的后面的一些编排的方式是断电保持的，有些你这些参数，你希望它突然断电之后，你再读起来能再读回来它的状态值的时候，是可以存在那个部分。那规划。的一个详细内容就由下午的管理经理跟各位介绍。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说我们模拟的一个 PD 灯的一个 demo 的程式。这样的一个 PD 灯的程式，你需要很大的写很多的东西吗？不需要，其实你只会，我刚才讲 if else 可以解决一切，你知道 if else 的方式去写，就很简单。它不再像以前你必须。if else 或者是 do loop 或者是做什么wait 或者 single object 的东西去做，不需要，你纯粹就很简单的去做 if else 就可以做完一个 PD 灯的动作。这还是比较小的，像刚才有讲的机电整合的丙级也是 if else 就可以做完。接下来各位介绍大概讲了一个 HDHMI， 这些讲的都是很快速的涵盖的一个介绍方式。下午都会有比较详细的跟实际的 demo 给大家看。那 EHMI 它只是一个active 的套件，它是 for WinCon， 可是它不是真正，它在 WinCon 上面只是一个注册档，可是真正的开发端是在 PC 端，你注册起来你要以这个套件是可以使用的。那目前我们提供了八个控件，就是 LED 灯、switch label、color edit bug switch、image color radio 跟 color check 的这个部分。那在这所有的 active 的套件上都可以支援八国的语言的显示，但是强调它是 Unicode 的方式，它不是说我起来我就可以写，你必须它是 Unicode 的方式才能支援，如果你不是 Unicode 它没办法。那我们也在这除了控件之外，我们也做了一个 template 一个按物件可以让你去抠，它是3×9页，它是一个树状的方式，可以让你去规划从主机开始到整个每一个 page 的部分，会帮你，你可以在任何一个 page 去做你要做的空间的内容，然后透过 button switch 的方式去切换上下页、跳页。由于它是 dialog 的 page 都会主页在 modules 的方式 create 起来，所以它在一个开发设计上都是在主要的那个 main form 里面去写，所有的变数都会继承。那以前我们在做，我们都知道你在做 HMI， 每一个
每个页面的时候，你可能在写程式的时候，可能这里有定义一个参数，可能或许在定了一个 global 参数，然后一个另外一个页面又定了某一个参数，可能你忘记了会有冲突，会有混用，结果造成你在控件上或规划上在处理上 debug 要很久。那这个特色的话，它是变数继承，通通在主要一个页面上去开发去做设计，所以不会因为你跨了页面而混乱了你本身的设计的内容。那每一个套件的大概的一个用意，就是大概 LED 灯，这个我想文件上都有，大概前面那边有那个讲义，文件上都有，这个我就不用逐字念了。那大概就是说，你有这些灯号的，有圆的、方形的、菱形的，那 switch 也有各种的方式，有这五种的方式。那其他 label 的部分就是大概会在这里，就是 label 它是一个静置在上面的那一个标识起来，它是一个静置的内容。那状态的显示，好，balance switch 的方式。